全来了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你把人给撞了，这不误会吧？这你不是，你给我出来！是不是？走，过来，看见不是撞出人了？不，把人给撞出来！这不误会吧？这个不会，人都不会动了，这不会。你看看把你这把你这儿。这你把俺爹给撞了，撞了都不会动了，赶紧吧！这怎么办呢？赶紧把俺爹给抬起来！快！你还愣着干啥呢？快把俺爹！快！你快喊我呀！你快把俺爹给抬到医院！爹啊爹啊，你可别这样呀！不啦，你爹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？他怎么还他妈笑啊？哭都是笑，笑都是哭。他看看他抽筋了。你滚啊！他胳膊腿都不会动了。你不喊大夫回来？那我不那，你喊一声，我喊一声。你不喊，我也不喊。这儿，你喊我啥？这儿，你喊我爹。爹！哎，护士，大夫什么时候来？马上。爹！当爹老没呀、啊！这还不来了？你看看去吧。我去看看。啊！大事不好！啥事啊？谢我！大事不好！你谢我！谢我啥呢？我跟你说。这还是上次咱俩来那家医院啊？不可能，我能缺你？大夫还是那个大夫？不可能呀！咦呀，这他肯定能认出来呀、啊！这不好啊！上一次你想想，你是我侄儿，对不对？这一次你是我人。对呀、啊，这咋弄的？这老天爷的，这必须把你弄点伤。得叫你的面相给你破了。我说了破了面相，我回去咋办呢？你别想那多了。你想咋弄啊？你不敢叫个中啊！这大夫给我脑浆。对，容易出脑浆，脑浆一出来你不都晕了吗？你咋说咋弄啊？这啥都拉不掉，再想办法，再想办法，一时啥事弄不成。这我看这是个好东西。那也不中吧，那东西咋碎了？不是还是花不了脸的吗？我的姐，你这是个好东西啊，你别当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别当啊，你拿了不懂事儿。你要想人前享福，必须背后吃苦，懂不懂啊？我能缺你，这不疼，不信你看看，不信你看看，不疼，知道不知道？这不疼。你怎么也出血了？俺爹给我喷到脸上的血。你爹都喷血了，咋弄啊？想想办法吧。我这你呀、啊、别给我玩这一套啊，别给我装这怂样，要不然咱要警察叫来吧。您别叫警察呀、啊！我全家都指着我，我指着我开车挣钱吃饭呢。啊，我求求您了。我知道，我就看不见这人掉眼泪。别哭了。
上老软呐、啊。是，这您是好人呐。不是我是好人，俺祖祖辈辈都是好人呐。对对对，您坐起来，来。你看看，要不然想办法，咱给俺爹找点钱。爹不好说话。这那个，那我说钱倒是带着呢，这不多了，一个200-300块钱，您看看。这是嫌少点，是不多，但是这还不够点烟呢，这就这么点，但是这不再好好掏掏，看身上哪还有没有，掏这空啊，这都屁股兜，来，这儿上，这你看看，这几十块钱零钱，哎呀，你好好找找会找着了，是这咋弄，老天爷。想想身上还有啥值钱的东西没有？你说我这出门开车不带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好好想一想吧，想一想，啥事儿？对，这表也是，倒是爷那个人老不好说话。这也给您，我是替你着想。对，您要是一分钱都不想要，你这就是这表您拿着，这不合适。真的有什么？您先看病要紧啊！不用，你先拿着。您先看病，你这要紧啊？没关系，没事。不松手，我咋拿住嘞？走，这声音还中吗？啊，这走的也挺准。您没有啥值钱的了？哎呀，这真没有了。什么呀？我这这实在是没有别的了。也还我也这鞋真不错。不是，我这是旧鞋。你这旧的，我看看大小啥样。哎，这左脚穿着可以。我看看右脚咋样了。这腿左脚也怪好看。我说的是那你不走，只是我让你爹起来咋弄？赶紧走啊！听见没有？走啊！走嘛！这真心巧的，这么多事儿，走。